现在新宿派健康跟我来。那我们讲到日式的怀石料理呢，就知道它是要非常清淡简单，它也跟所有的料理一样，到最后都会来一道甜点。那么日式的怀石料理的甜点也是很简单的，而御膳阁的陈建志董事长呢，他就把这个怀石料理呀，再加了童趣进去，会让年轻人，尤其是小朋友觉得哇，怎么那么可爱。所以今天我们就跟着陈董事长，还有他的主厨陈诗平，还有他可爱的女儿，我们一起来学一学加了不同元素进去的日式怀石料理点心哦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就要让大家先来看一下，哎，加了不同元素的怀石料理的点心哈。那这个当然要请这个陈董事长先介绍，介绍的不是这个料理，先介绍人呢，因为我今天来了一个美少女，除了陈诗平主厨之外，再来一个妹妹啊。哦，这个妹妹。妹妹为什么跟你长那么像？这个是复制品。复制品哦。是我的女儿。哎，我发觉陈向明，她在你们的餐厅里面有工作做，对不对？有个任务是不是？对。是做什么？啊，在做品牌推广的部分。品牌推广就是跟行销有关啊，对不对？厉害哦。那但是呢，各司所职，他做行销，但是他不制作，对不对？制作比较没有，但是他也很喜欢参与。想参与？为什么想参与？因为很喜欢点心这个料理。你喜欢点心？对。所以你会把你的，为了要行销推广，所以你会把你的有时候 idea 会跟师傅讨论，这个是应该行销会做的事，对不对？对。视频主厨为了那个要行销，有时候要让客人的年龄不同层的都喜欢的话，他就会跟你去讨论。是。所以才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点心，对不对？是。让大家看一下这是什么。刚刚没有摆盘的时候，这个我还以为是香菇。结果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个是包子。包子的意思是说里面有包馅。对，真的。是。向宇，你有参与意见吗？这个部分的话，在外形上，我觉得香菇很可爱。我说，嗯，这个料理还蛮漂亮，蛮可爱。我觉得我们的一些小孩子很喜欢。对。就是用这个香菇的话，意思的话，我们菇菇包也叫杏花朵朵。菇菇包。对。菇包还有杏花朵朵开，是不是？这就跟我们做料理的时候一样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是团团跟圆圆吗？这样不错哦。不错哈，团团圆圆嘛。团团圆圆。哦，对啊，两夫妻那以后还可以再增加圆仔之类的嘛，是不是？好。迷你版的嘛，然后这个是什么？这个真的看不懂哎。这是水油酥皮的一种，也是把它做成这样造型。对，这里面是什么？这里面是广东的马蹄糕。所以加了不同的新的东西进去，是不是？好，我最喜欢，我个人最喜欢的是这一个。然后每个人在看到都说这个没加的，这里面是什么？里面是杏仁馅。但是外面的那个绿色是怎么做的？用橙粉去烫皮，就像做那个美劳一样的，是不是把它捏起来？像那个做陶土一样的把它捏起来，对不对？那今天你们是要做的是什么料理？今天就是做这个毛豆荚。啊，真的哦，刚好哎，我中奖一样，中奖你中奖，哎，我不知道嘞。好，这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。好，我们今天大家就跟着一起来学做这个毛豆荚，捷克的魔豆哈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咯。捷克魔豆荚皮的材料有橙粉五两、太白粉二两、芥蓝叶三两、清水九两、砂糖一两、香菜梗少许。内馅的材料有面粉三两、玉米粉三两、吉士粉三两、奶粉一两、细糖三两、糯米粉二两、南北杏粉末六两、奶油四两、清水一斤。好，什么都难不倒我们的视频师傅了。哎呦，这个学生交给你了，我们两个坐在这里看哈。我们把这些材料都准备好，那这个点心一定按照比例就对了，都要先称好。要称好。好，来，现在要加什么？我们先做馅的部分。好，那先粉状的东西要先调和在一起。好，那面粉。面粉。对，然后这个都反正都称好的，就是说按照这个分量来做。那玉米粉。然后呢，玉米粉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写食谱的时候啊，大家就要记得这每一份是多少多少，什么东西多少功课都要有。记事本。
这是什么？鸡翅粉。它会有颜色，对不对？哎，对对对对。然后再来。对，奶粉。其实我跟你讲，小女生爱做点心。那你喜欢吃点心？因为喜欢吃。喜欢吃。几点点吃的话，谢谢。就像真的回味在当中，在脑海里。哦，所以现在真的要学。其实平常很忙，也没时间学，对不对？要工作起来也没时间学。然后呢？然后要先拌匀，和匀它。和匀去哦。然后这样子和匀之后再来。再来这个南北杏打好的这个粉末。打成粉末。对。南杏北杏混在一起的。是是。所以它有香气，也有微微的苦味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混两种？因为南北杏在这个粤菜广东里面，它是一种合在一起食用的。好，是是是，对，所以再把它混在一起。那现在这个粉末要先一点热水去调和它。热水，来，我们是不是这边有热水？有没有按照正常的一个比例？没有，就是没有，这只要加上去就好，溶散即可。好，可以融合就好。还要再来？那再一些，谢谢。好，所以这样混合。就把它调匀，看这学徒能不能够调得匀，对不对？浓稠度就是这样。哎，好香哦，它的那个香气非常的好。它各半吗？对，各半。其实那怀石料理的点心其实是非常简单的。是啊，对，多简单。有时候是它一个甜品呢，有时候是一个果汁而已。果汁？一个果，像水果一样。小小的一个果果子。对对对。啊。那我们融合的话，融合在那个我们的一个宫廷艺术点心在里面。是啊，那把它变成什么比较活泼生动一点，让它年轻人还有小孩子很喜欢。因为以前讲怀石料理就是多半都是比较年长的人。对对对对，所以说呢，要让它什么活泼化，可爱化，然后元素会更增加，所以会变成说，你看它是有这种精致度，就是怀石料理的精神还是要有，精神对不对？那其实我们看到的每一样点心都好像有布置，有插花。怀石料理的每一样东西，它是结合美学，是它旁边就是有一个花道的东西在里面。是是，这个的话就是说，让它的话就说，看起来的话就是有点鸟语花香啊，或你会想到。一个季节性的感受啊，也借由这样子的了解到怀石料理，其实它是跟现代的都已经是跟美学做了一个很好的结合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还可以点菜哦。我们这边看到已经把它都融合在一起，就是刚刚调匀的这个南北杏，然后就那个水分就够了。是，还要再加一点水。再加一点点，我还需要给你吗？是热的还是冷的？冷的就好。就冷水哦，好。然后奶油这边需要热的。哦，好。那我现在热水先倒在这个碗里好吗？好。然后你说热水放在奶油里面，不可这干不可以啊？加一点让它融化。放里面？对，真的。对，真的。好，你来负责，多少我不知道。哦，加一滴滴哦。然后要一个汤匙吗？好。哦，所以让它这样子粘合，然后奶油是变成它跟水结合哦。对，如果一般的人他在家里，他可以先把奶油蒸过，然后备用就可以了。那现在你加了水进去是也没有关系的。没关系，需要水分已经算在这里面，我们扣掉它。第一次这样摸哈，摸这样和面哈，对，手感如何？非常有趣啊！为什么你女儿会来帮你做行销？你要问她一下看看。是哈，你这样边做可以边讲吗？可以可以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那时候到意大利去交换一年，然后那时候看到很多朋友，很多外国的朋友，他们现在都喜欢吃素，然后好像在意大利那边、欧洲那边没有特别的比较好的素食餐厅，然后我就很想要把我们不一样的文化带给他们知道，对，所以就想要把回来做行销，把整个品牌可以让它更国际化，所以才会加一些新的元素进去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其实有的时候老人家的东西其实还需要年轻人的创意啊，当然。对不对？对啊，这个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思想，对啊，会不一样啊。这样子是一个的话是稳定中求创意的话，它变那么稀哦，本都均匀浓散之后，就是我们要蒸它，要去蒸，对，蒸熟它，蒸熟它会不会凝结就凝固了？对，就凝固了，就变成比较像固体。哎，是是。这样大概要蒸多久时间？大概要蒸
15分钟左右，差不多要15分钟。对，好，那现在目前这样调匀了，可以去蒸了。可以。啊，水开了以后再放进去蒸。好，来，小心哦。目前蒸的过程是大火还是这样？对啊，对，就是一般的火，一般火就可以。好，然后就这样放下去，大概等到就是中火，是，然后就蒸15分钟之后，让它凝固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拿来变成塑形了。那凝固之后再冷却。哦，凝固之后还要冷却，我们就可以来雕塑了。是是。好，那现在就给它放在那边蒸。那我们是不是已经有一份蒸好了？有。好，来这边。我们首先要先做这个皮的部分。好，来大家仔细看了哈。好。这个芥蓝叶我们要先打汁。打汁。好，来芥蓝叶打汁。它是用芥蓝叶的菜，直接放下去。放下去吗？要水哈。是。OK。要打到都没有颗粒。也不用，先要有留一点点颗粒。OK。你看看满意吗？还是要再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那这个就搞好粒。谢谢。好，现在哦，所以除了这个菜，还有什么菜可以用啊？菠菜也可以。打出来是一个深绿色的就好了。既然它菠菜打出来的纤维比较漂亮。为什么？它比较细，不会太粗，对吧？对，因为我也有试过蛮多种菜，有一些一打之后，它剩下的纤维哦留不住。它做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效果，这样效果不好。对，要有粗细不一样的效果。好，我们就记得芥蓝跟菠菜可以。好，现在这个在调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橙粉，还有橙粉后，这个也要把它调匀。这要加糖哈？加一点点糖，用菜汁来烫面。烫面，这是烫面。对，这是烫面。所以这个才会出现效果。所以用橙粉，有一点微微透明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对。如果用面粉，就不会有那个透感了。对对，两个不一样。看，真的是哎。所以说食品师傅，你以前做港式料理，港式料理就没有像这样子的一个比较更细的这种花样哈？比较少。对呀，比较少啊，所以它融合在这个日式的点心里面，尤其这个叫怀石点心，那个细致的感觉哈，就一定要注意到，对不对？细腻度哈。细腻度，嘿，所以真的是要有耐心的人才做得起。对，有些是哈做量的，嘿，他是做直的啊，做量跟做直那不一样，对啊，所以说他做这个是要感觉，这感觉它自然嘛，啊，感觉它越来越美。享用怀石料理的时候，不管是菜啊还是点心，其实你给我们的建议就是说，先好好的欣赏它。是，因为我们做两个文化，一个文化叫餐文，一个叫人文。哦，对。餐文跟人文其实是要结合的。对，我有一首，我上说了，要天有体力，地有地力，安人有德力，跟这些科料理料理艺术化。这是我们的餐文。餐文。啊，那人文呢？我们所有人员用一个心，叫恭敬的心，叫一分恭敬一分得力，十分恭敬十分得力，不恭不敬难得其力。如果你对人对事都用恭敬的心，我保准到哪里叫顺顺利利。所以他得到你的真传做行销你也还不知道你的那个专长在哪里，他的天分在哪里。他就是有毅力，他做事情就是好，要把它做好，没有再求时间。这一点像谁？像长辈的谁？像我。像我妈妈。好，对哦，美多谢。那现在我们来看喽，他现在就是。我们就是用那个绿色的汤汁把那个面和好，和好以后现在就是要做这个豆荚了哈。看这个也要算吗，师傅？还是用手捏？大小不一样吧？豆子我可以做大，可以做小。可以。好，那就还好。揉一揉，压扁，再推，再切。好，所以它重点就是一定要薄。一开始就是刚烫好的时候，它筋膜比较重，那可以多揉几次，它容易比较细、比较滑，那打的时候筋就不会那么重。
哦，所以因为烫面的关系，所以你要把它揉得很彻底。哎，是，要够细。要够细。是。我们换人试试看。啊。好，所以你可以放心的做。好 ，Holy God， 在那个痘痘有大有小啦，所以可不要紧。哇，这个可以让你有左压右压。好，然后这个熨斗烫平，这好像烫衣服一样的。好，给它烫平之后，这个叫做怎么样？一口气下去，好，哎呀，赞！好，在这里我们有没有看到它的纤维？真的，这个时候我们要让观众看一下，刚刚为什么他说这个纤维保持的？所以你说你用别的蔬菜试过，它的那个纤维没有这么漂亮。那是没有像这样还有这个绿点哦，原来是这样哇！如果透光看，像不像翡翠？有看到那个绿点？嗯，原来就是你试过的结果，只有菠菜跟芥蓝才会有这种效果。是。来，再来继续，我们就要来教我们那个捏痘痘了。大家就是照这个方式自己去尝试哈。OK， 好，来，现在就要包痘痘了。哦，就要先把那个痘仁都把它先搓起来，先摆好哦。一个豆荚四颗，然后呢？折起来。嘿，这个就好玩啊！先压出那个毛豆荚的间隙。哦，把那个纹路压出来。旁边像包饺子一样的，跟那个在做纸粘土一样。然后再剪，哎，这个比做纸粘土好玩多了，好吗？这个可以吃掉啊，对不对？纸粘土做完只能看啊，哎呦，就够嘴了哦，好胖哦。然后再捏一个头尾捏一下，我还看到它有那个呢，还有长那个什么嫩芽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哦，这个是香菜梗吗？哎，对，它香菜梗。你眼睛很厉害，我看出那个。那个中间的这些哦，他等一下要捏出来，捏那个香菜梗。你看哦，你搞香菜梗捏不出来。好，所以就要用一些小的道具压它。哎，这几架型，请问一天要做几颗？一天做没几个？四五十个吧。四五十个，那要花很多时间。妹妹，你做一个，给你机会，用手捏就好了，是不是？豆仁，你可以做小豆仁。好。这个是一定要自己在家做一次才知道。好，我把这算一下，好，好吧，好，来，我做一下。现在我们在家里面呢，就是说把这个，请问这个哈中间的豆仁，我们还可以用什么东西其他的材料做代替吗？奶黄也可以。奶黄。哦，奶黄也可以。如果说是用那个什么，绿豆馅儿呢，也是可以。好，也是可以，因为它是包在里面，除非你咬开来，你看不到它的黄色，是不是？大的、小的，三颗都可以了哈。可以。哇，这个很好玩，所以我们在家里面，其实妈妈们哈，可以把这个基本上这个面皮做好之后，再让小孩子们自己捏痘痘，然后让他彼此之间要有点间隙吗？可以先不用了，先不要让它靠紧一点，然后我们对折，是，先不要压紧哈，对，先用那个工具把它这个叫做每一颗的中间做出来，是不是？是，它会弹跳，哎，拜托写安装，它会弹跳，你看它会回头，就是这个你要说清楚讲明白，你前面把它捏死了，所以它。空气跑不出去，你看看，你这个还好，还好你没有捏死，好给你机会，好，原来是这样，现在我们就是说这里不能捏死，要让它这样，行不行？对，这样它的空气，这样子空气跑出去了，这样子是可以有固定的吗？因为你的那个线太开了，所以它没有粘住。好，我们这个我跟你讲，每次吼我们不做过之后，观众会不知道。问题出在哪里啊？这样有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样子终于有了，固定之后才可以粘外围。对，这个时候粘下去，它真的哎，它不会弹回来了嘞，它真的不会了呢。这个就是这样，像个饺子，对不对？然后再用另外一个工具把它多余的边边，所以豆荚是那个啊，妹妹做的好漂亮啊！好，现在我们就把它这样子绕绕绕，这样子这样切，对不对？对。
然后再捏，捏完之后咧，所以你还用旁边用一个工具给它这样子压压边，对不？哎，对，把它毛豆人的圆形把它捏出来。那我们现在把它一颗颗的做好之后，哈，那么就要去蒸了。是。蒸了以后就会呈现这个颜色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它预热以后就会变成，你看我们现在这是浅绿色，预热之后就会变成深绿，然后熟了之后再插上那个梗梗。那个香菜梗，香菜梗这样子要蒸多久时间？大概2分半到3分。这么快？嗯。好，那就是水滚放进去2分到3分半，出来就是这样。那要放凉，对不对？可以吃热热的。也可以吃热的。对对，这个东西吃热的话，会香气比较油，那外皮也比较 Q 弹。哦，这样子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来享用了吗？可以可以。想不想吃？想想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吃吃看喽。捷克磨豆荚做法是南北杏奶油分别用热水调开，面粉、玉米粉、吉士粉、奶粉、细糖、糯米粉和匀之后，加入调水的南北杏奶油以及适量的清水拌匀，接着放入蒸锅，用中火蒸约15分钟之后待凉，成为内馅备用。将芥蓝叶清水打汁，黏同砂糖一起入锅煮滚之后烫熟成粉，再和太白粉揉匀成团后就成为面皮备用。取适量的面皮，用刀背压平，再包入揉成圆球状的馅料之后捏压成为豆荚状，接着放入蒸锅蒸约3分钟后取出，再插上香菜梗就可以了。我发觉这个吼，如果都没有讲拿出去给人家，你会说这叫整人食物吗？对不对？看起来像是啊，你给我吃豆豆，他那个简直是做到真的饥渴乱真呢。对，那新开发的东西有？嗯，对，这是上个两个礼拜前才开发出来的。哦，我们这最尝鲜的，它的豆荚就是 QQ 的，然后。真的让人家咬开来，里面的那个豆仁是黄色。嗯，我们可以一次把它豆豆做很多颗出来，那要上桌之前让它回蒸一下。对，它那个香气就会更浓郁。哎，对对。其实今天真的谢谢你们哦，这个新的产品，但是呢却把它公布出来，让我们大家可以观众可以一起学习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就是老爸心里在想说，这个素食料理自己发明的。还愿意公布出来他的做法，不藏私呢，哈。对啊，让大家知道的话，这个点心的话是有乐趣，而且里面的话是哈，有用心跟认真在里面。好，真的非常好，我们今天真的感受到哈，用心跟认真，还有更感受到你们这个父女之间的这种感情，爸爸的经验加上女儿的创意，所以我们之间啊，也真的是要向他们学习，就是跟孩子之间要保持就是这样紧密的连结，对不对？是。好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也谢谢你这位可爱的大厨师，谢谢。